你来这边做什么？滑板。滑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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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
你一个人玩，你不好意思玩是不是？不知道我们看狗狗表演。你狗狗不用表演啊，只会翻来翻去罢了。它只会一直颠倒、颠倒、颠倒哈。狗狗的第一次。他怎么一直偷笑？他不会反哦，厉害！哈哈哈！他很开心啊。对啊，学起来再讲一下。好玩吗？你觉得？没有，好玩，好玩。好玩啊！他有教你，你身体靠这边的时候，他就摆这边。没有，然后他就打上来要摆。对呀，对呀。这条失去了自觉。什么？来的时候还是，哎，这冲到你的脚啦，被逼掉了。你现在有后悔吗？想玩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这样好玩的东西你不玩。现在这个好玩还是那个玩那种水平布的好玩？对，肯定是这个啊。这个玩到一直在那边笑，一直在那边笑，开心到。还没有，多，你想要狗狗翻车、啊？这个可能，芊，这个狗狗可能会翻车，因为站着的比较难。站着比较好玩还是蹲着比较好玩？站着啊，但是很难平衡啊。你就闭嘴多水是不是？是啊，肯定会啊，这水这样大力冲，那都有很多水了。是啊，所以妈咪才讲妹妹怕玩这一个、啊。时间差不多要到了，其实你应该还可以玩多一次，应该就没有得玩了。哈哈。最后一次啦，可以啦！你没有体验到放手的，没有体验到放手的，终于结束啦！你觉得玩到怎样？你这个是怎样的体验？好玩，不错的体验，对不对？好玩。下次我们再一起来 ，OK？ 就爸爸、咪咪，我们四个人。谁先倒？啊？那谁先倒？啊！到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玩，然后我们早一点来。四个人。对啊。确定？对啊，到时妹妹可能也赶了啊。赶呀。OK 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行，还是小心点哦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发现吗？这集没有妹妹哟。这集没有妹妹，现在还在玩 BB 的啦。BB， 拜拜。拜拜，我要去玩 BB 的呀。两个小 BB， 他这个在游泳，实际是脚在那边走。